耶伦表示考虑降低对华关税以缓解通胀。取钱难，上海各银行停用自动机，理由奇葩。马斯克批油管，网友说买落嚟。最新报告，油价多贵会引发经济衰退。世银下调全球经济增长，警告滞胀风险。与日企做生意，应效仿日本人的风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财长耶伦星期三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寻求重新配置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但是他亦警告说，降低对中关税不会成为缓解高通胀的灵丹妙药。耶伦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审查对中国商品301条款关税以及排除特定产品关税的程序的修改。他说，有关关税计划的更多信息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公布。在川普政府时期，数千亿美元价值的中国商品遭到征收 25% 的关税，其中包括自行车、服装等很多消费品。耶伦在听证会上说，取消这些关税对企业与美国消费行业有战略意义，但是他亦提到具体的辩论仍然在进行中。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关税是一个对抗北京的有效筹码。耶伦亦提到，虽然削减一些关税能起到一些帮助，但是这个做法对解决通胀问题影响有限。我想明确表示，老实说，我不认为关税政策是对抗通胀的灵丹妙药。耶伦在回答有关关税的问题时说，尚不清楚从关税削减到消费者的确切影响。近日，上海全市银行停止使用自动机提款，理由是现金有病毒。现在上海的银行前面都排长龙，有网友担心未来会出现挤兑大潮，亦有网友批这样的做法是人为制造恐慌。油管频道在野说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中信银行的门外，一名男子说，现在银行不能够用自动银行机存款了，讲是钱有毒，我看不是钱有毒，是人心有病吧。唉，中信银行。推特网友周玉田贴出照片并发文说，7号上海全市银行停止使用自动提款机，银行理由是现金有病毒，每间银行给储户发300个号排队取款。照片中显示，银行要求凭72小时核酸检测记录才能够入到里面。他提醒大家快点提现金放在家比较安全，未来全国银行将会发生挤兑大潮。网友评论说，自动取款机里面的现金有病毒，柜台取的现金就没有病毒了吗？只有自己是病毒，总会觉得其他事物亦有病毒的。多个视频显示，多家上海的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一张照片显示，中国建设银行贴出告示说，一次只允许几个顾客进入，要检查健康码和核酸检测结果。在野说视频的画面显示，在建设银行门前，一名男子说，来到银行排队，门口要排一个小时，一家银行只能够入6个人，太奇葩了，不知道什么规定，这个是人为制造的。上海银行门外亦是大量市民在等待，一名男子说，银行里面排队的人比做核酸排队的人还要多。中国建设银行门外排队的一名男子说，到处在排队。另一个男子说，储户大排队取款，以后的经济可能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很难的。网民评论说，太离谱了，有钱都拿不到，是不是银行没钱啊？亦有人讽刺说，银行都赚饱了不接客，中国经济真是好。不单止是上海，之前深圳亦出现银行提款业务难办理，储户怕了，快点取钱。5月30号，有深圳网友发视频爆料，深圳石岩中国银行提款业务难办理，
这一家银行每日只有两个人工窗口，客户早上六七点钟就到银行排队，银行九点钟上班，十点钟就冇号啦，唔俾办理业务啦。视频中可见银行嘅队伍好长，已经排到咗马路上。有网友留言话：一个分理处就咁多人，可见深圳嘅银行亦差唔多啦。想攞钱办业务都唔俾你发号，老百姓亦真系惊啦。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最近又将矛头指向影音平台 YouTube。七号佢喺推特上批评 YouTube 诈骗广告太多，引起广大网友热议，并鼓励呢一位世界首富买下 YouTube。马斯克喺推文中话 ：YouTube 似乎有永不停止嘅诈骗广告。仲有另一则推文贴出迷因图，指出 YouTube 只对有人出现不当言论时先有动作。但是卻對層出不窮的詐騙廣告無所作為是雙重標準。馬斯克的推文引發網友熱烈回應，兩則推文已經有上萬網友回應，更突破了80萬個點讚。不少網友贊同馬斯克的看法，留言說 YouTube 廣告超級長，有更多人鼓勵馬斯克買下 YouTube， 說買了它並且阻止詐騙廣告，收購它變媒體大亨。而當初馬斯克對推特的收購就有網友的廣泛民意，早在兩個幾月前馬斯克批評推特壓制言論自由的時候，就有很多網友鼓勵他乾脆將推特買下來直接改造。不過馬斯克收購推特一波三折，6月6日馬斯克因擔心虛假帳戶的數量，通過他的律師威脅要退出收購推特的協議。同一日，德克薩斯州總檢察長肯·帕克斯頓的辦公室表示，德州正在就推特平台上機器人帳戶數量展開調查。今年以來，國際油價一路狂升，亦導致通脹加劇。調研機構 Data Check 的研究人員在禮拜二的最新報告認為，油價持續位於高點，可能會被經濟陷入衰退。研究人員指出，油價如果達到每桶140美元，將是去年夏天每桶70美元的翻倍，而自1970年以來，油價在一年之內漲翻倍的話，接下來的12至18個月都會出現經濟衰退。高盛已提高今明兩年的每季油價預估，預測布蘭特油價第三季將衝上每桶140美元。摩根士丹利亦預估布蘭特油價將在第三季漲至每桶130美元，但在多頭情景下有望漲到每桶150美元。大摩估算下半年油市的供應缺口可能為每日50萬桶。西德州中級原油今年以來漲幅近62%，這個年代比美國汽油價格居高不下，全美國平均汽油價格已經連續7個星期上漲。美國汽車協會說，目前有10個州的平均汽油價格高於每加侖5美元。世界銀行在禮拜二大幅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並警告目前全球經濟面臨著類似1970年代停滯性通脹的風險。根據世界銀行發布最新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將從2021年的 5.7% 下滑到2022年的 2.9%， 這個大大低於1月時預期的 4.1%， 即下調 1.2 個百分點。報告還預計，由於疫情和戰爭的破壞，今年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均收入水平將比疫情前的趨勢低近 5%。 世銀總裁馬爾帕斯說，烏克蘭戰爭、中國封控、供應鏈中斷以及滯漲的風險都在衝擊著經濟增長，對很多國家來說，經濟衰退將很難避免。世界銀行預計中國的經濟增速將從去年的 8.1% 放緩至 4.3%。 報告預計明年全球通脹將有所緩和，但在很多經濟體中通脹可能仍然高於預期目標。米爾帕斯警告，
如果展望报告中的风险都应声，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更急剧放缓，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在和日本公司做生意时，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了吸引日本合作者的关注，是否应该入乡随俗，将日本文化添加在演讲中？对这个问题，知名企业培训师、日本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商会名誉主席斯特利在这个礼拜评论说，和日本客户来往时需要避免这样一些误区。一些西方企业会认为设计精良、简洁富有禅意的幻灯片和商业文件是日本客户习惯的风格，事实上的情况截然相反。当日本客户走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的时候，他希望对方能够提供尽可能够多的实际数据，即使数据太多有些乏味，但是日本客户需要距离判断业务的价值。斯特利在福布斯上撰文说，日本买家对数据有着永不满足的需求，当你展开一个高度精致精简的幻灯片或画面提案时，日本客户的感觉是错过了整餐，渴望获得更多的信息。日本有一种高度规避风险的文化，尤其是在商业方面，因此他们往往对合作企业提供的信息有非常高度的需求。在完成交易之前，日本客户需要尽可能的全面了解这个业务，他们希望得到一切可以规避风险的资讯，因此他们永远不会觉得合作者提供的项目信息是不必要的。在北京政府的投资热度下降后，很多西方客户开始重拾与日航等市场的合作关系。美国日前推出与日航等国的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意味着外资在该地区的合作在未来将会有增无减。评论人士何旭认为，现在不少外国投资者开始将从中国赚快钱的想法收回，回归到正常的市场规则。在日本、韩国与其他国家，投资者面对一个更有秩序的市场，这个也是中共的制度下不存在的。中共政府以腐败、灰色收入、蓝金黄方式吸引外资为其站台，20年来从未建立真正合规的市场，因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合作商觉得中国的市场没有继续维持的价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